今年是第四年我们台南好康志愿的活动，那就是我在担任市长之后的第二年开始嘛。那我们台南好康志愿获得好评，得到叫好又叫座，叫好当然是大家都说好，谁说不好出来了，是的，都大家都说好，叫座的啊，因为我们好康志愿发行到现在已经超过100万张了，100万张。这个是表示大家对我们的高度认同，那也因为大家的好的服务品质，然后从而打造出来我们这个台南的旅宿的业者，我们的住宿率是全台湾最高的最好的。那因此呢，我们好康圈决定再接再厉，一起来跟大家一起在打造台南市作为一个旅宿的一个非常好的城市。今天上午有议员在咨询，说他有去过别的县市，去之后才知道别的县市号称是旅游的这个什么圣地啊，圣地，结果台南是天堂因为他们去到离开台南去了别的县市之后，就看到哇，原来服务这么差，原来这么不友善，原来借个厕所都不借，所以他回到台南真好，所以他知道世上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。我们比较起来就知道台南市是最好，那好还要加好，因为你努力别人也努力，你如果你因为你现在是武林公主，现在是第一名，你不努力了，那别人上去那就被比下来，因此我们还是要继续把好康圈好的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，持续推动下去。那过去又用纸本，当然纸本是很好的，那比较没有数位上的落差，但是纸本就是要浪费纸，还有印刷费用。但是我们现在采用数位了，就减少使用纸，还有减少这个环境的问题。那为环境尽一份心力，也让许多好朋友能够更方便的使用。但是如果有一些数位落差的年长者，或是比较不会使用手机的话，怎么办？我们第一线的旅宿业者的各位好朋友就要教他，千万不要。因为你如果不教他，他说啊，原来有好康圈，那为什么我入住那家旅馆都没有告诉我？下次他就不来了。所以说，很希望说大家能够一起来维护，让我们台南成为更好旅游的地方。那让各位的旅宿能够他们愿意一来再来，一试再试的地方，一住再住的地方。因此呢，我想这个好康圈，我刚刚唯一看到整个的缺点就是说。那个第一抽只有56项，只有56项，太少了，那增加加倍好不好？所以请问。